跟叔，晚上跟我一起去吧。啊！还他妈愣着干什么？给我上！还给我滚！让你！住手！ 不是要帮我吗？你是不是觉得我们穷人家的孩子在你们眼里应该说贵就贵？是不是觉得我们和你们一样眼里只有钱？我每天小心翼翼的在学校维护着各种关系，我妈用自己的双手赚钱，到头来要被你们辱骂，甚至还动手打人。你说？ 我们这种人在你们眼里到底算什么？你也想教训我？还是说你也想帮我？坚持不下去了是吗？想自暴自弃、彻底沦落，成为一个逃避者是吗？滚！ 你们给我等着！要是逃避有用的话就好。 如果你觉得逃避有用，就把手里的钥匙装起来。这是一栋别墅，现在属于你了。生活确实会给我们很多苦难，但是如果我们忘了内心最深处的本真，就像你说的，我们就真的成了钱的奴隶。 你觉得还算活着吗？我不要，谢谢你。我给你一个靠自己双手挣钱的机会，想听听吗？把脸去收拾收拾。 你数学好吗？ 很好，知道什么是商业建模吗？好，那你以后跟着我干了。就这么简单？当然没这么简单，我的要求非常苛刻。我要求你成绩优秀，不能耽误正常上课。嗯，钥匙拿着吧，省得你觉得我是个骗子。 平白压榨你劳动力，付你工资钱，这就相当担保了。这钥匙，你先替我保管着。我妈可以靠自己的双手赚钱，我也可以。嗯，走吧。哎。